我真的觉得我值得这个奖，历经五年的时间，好不容易把这个作品拍出来。大奖，你又拿女主角，这片酬会不会就加？涨是一定要涨的，但自己的戏也不会涨太多啦。对啊，我怕被换掉。对吼，对吼，很不敢相信啊，就是很不敢相信。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很不可思议，但是今年每一年都觉得不可思议啦。我是说入围，我都觉得不可思议。可是今年，我真的觉得我值得这个奖。这个漫长的努力的过程，然后跟我的伙伴们这样子历经五年的时间，好不容易把这个作品拍出来，我们真的开过了无数的会议，剧本会议，修改再修改，然后陈世奇也是精益求精，然后所有的演员就是要学很多东西，其实这些东西的累积，我觉得我们就是值得上台。非常谢谢评审的肯定，还有很重要的是观众的支持。这次有剧情就是拜拜嘛，但本来想要七座，可是都没有七座，下次要不要换一座庙嘛？会不会觉得我太贪心了？就是我们七座已经拿了四座，很知足了。可能我们要再更努力一点，下次再拿七座以上好了。没有啦，很开心了啦，真的。先努力再说吧，因为就是到手啊，拿最大奖又拿女主角，这片酬会不会就加吧？涨是一定要涨的，但涨多少就是，但自己的戏也不会涨太多啦。对啊，我怕被换掉，不可以换我，不要了。